写给宪哥，你们都不知道啊？你们叫他安静的离开，就是宪哥，那很适合啊，叫他安静的离开嘛。Solo, my sol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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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olo。上最尴尬的宣传，看他的原曲 MV。要我说多难堪，我根本不想分开，为什么？这首歌是写给宪哥，你们都不知道啊？叫他安静的离开，就是宪哥，那很适合啊，叫他安静的离开嘛。别快呀，不是啦，宪哥很早就知道了，很早就知道了。来，接下来看看这位挑战者新生代天菜男团带来《安静》。
中。哇，99.9啊，就100了。好，位啊，严重性。好的，我们这一台卡拉 OK 机器的公信力一再接受挑战。99.9，黄晓松老师，你怎么看？没有，前半段的时候，那时候有过100，有100点多。后来之后，这个机器就怕了。没有没有，因为他唱了阿多利布，没有升 key 以后，升 key 以后，他唱了一些比较 feel 啊，对，有点自己的 style 感觉，机器就怕了。是，他还要回归到人性面，哎，机器的考量。但的确，他在后面的那个音准啊，就稍微有一点点飘。请开挡板。哎，是谁呢？哎。这么帅，一定要露一下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垮元少年的卢易阳。然后阿垮，我要推出我的个人全新单曲，叫做《Always You》。其实做音乐的人，除了是自己的梦想之外，对一些观众而言，就是做公益。嗯，还提供了一个欣赏。很多人唱片是自己花钱，都是啊。然后一人发片，拖垮一家子。对啊，这种很多。还要来节目，然后搞一集宣传。Solo， 这种就是我了。他最近也发了唱片，也是啦，新非常勇敢，机会来就唱几句给他听。来 ，Solo， 你要跳 ，Solo， 副歌就好，不可能这么短吧 ？OK 啊，对，因为人家还在这边，好不好？我们不能在这边打歌。好的，没关系，没有，好吧，我们 Solo， 上最尴尬的宣传。对对对，很棒，唱得很好，谢谢我们易阳。Always You 还没唱啦 ，Always You， 为什么好像有听过？刚刚是我唱的啦 ，Solo， 大家不要记错哦，不一样哦，哎，一样还没唱，唱一下 Always You。I am lying, I try so hard, I can't get you out of mind， 我不想要继续一直猜。I am lying, I try so hard, I can't get you out of my mind, 我不想要继续一直猜。